在开门之前，你必须先向月月道歉。月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之前一直没有把话跟你说清楚，伤害到了你，真的很抱歉。你去吧。问你几个问题，你真的喜欢雨飞啊？真的。喜欢多久了？其实能有半年了。你为什么不说呢？我在感情上可以说是个比较白痴一点的吧。刚才说了，这样的女孩挺优秀，虽然嚣张了一点。那你喜欢月月什么呢？她温柔。在其他方面有她优秀吗？没有。那如果月月不喜欢你呢？老师，老师，那叫菲菲，你别这么说，你别这么刺激我，行不行？叫菲菲，雨菲吗？不是叫雨菲吗？叫雨菲。我是月月。啊，你是月月，我忘记了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抱歉，抱歉，对不起，抱歉啊。那如果雨菲不喜欢你呢？我尊重他。他出来了，你会在这儿向他告白吗？你去告白吧。我怎么那么不信你这话呢？其实我宁愿你此时此刻说一句真心话，虽然你不喜欢我，虽然你们在一起我会伤心，但作为朋友，我还是祝福你。我做什么事儿我都不后悔，我今天到这步我也不后悔。你不爱我，无所谓，你去追求你爱的吧，你也有这权利。你去吧。来，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安静。